口喉健康，信赖三金西瓜霜。本期壮游回声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。现在恁远，这现我好长的一个线。哎，我肯定轮。你真是个奇才呀！他在我脸上，他把我往线拿去插了，我是我的线呢。我说这怎么多根线呀、啊？我一插你那个网线，哎，这怎么还有一个网线？怪不得他说这线真难受啊！我说一下这线为什么难受了？这是个奇才。这个说我不仅不吃刺，我还不吃刀，可以，还可以，没问题，是吧，星河，是吧？温度降，那就变成秒救啊，刷你血条啊，你想我可以啊？好好，花字元素不要紧张，花字元素，我没紧张、啊。奈奈每次紧张的时候老说别人也不要紧张，我都已经发现你这个习惯了。我真不紧张啊。真的假的不？我觉得你应该更紧张吧。我不紧张啊。今天可是你玩古董，我现在打比赛头脑挺放空的，我都不多想。那就为我拿个佣兵大副呗。你不是千锤百炼舞女吗？你又不打？要敢吗？天衣无缝，那一刻拿出天衣无缝的舞女。那不行，现在满是破洞。满身破绽。下赛季我改个名，叫做 WBG 破绽。哇、哦，我看你晃得一逼啊，猴王！我都130了，我140了，我已经。话刚刚说的啥呀？我都没听到，声音那么小。东轩，别抓我，害怕。哦，晃得一逼，152了，160了。对啊，关机械了，所以说拿冰块呀。啊，害怕，电机有点快。没冰块呀，不用看了呀，我拿脚趾头看都是冰块呀，冰块多香呀。哎呀，多瞎呀！多瞎，多瞎！主要是突破口就一个，其实就是空军。多瞎。都想好怎么打了没有？简单，好脑子里有剧本吗？你们163台，我就一波赢了。就你有？阿瑟存在没有？我。你们听我爆点，防好就行了。我想好了。